即係諗住你講天空屋，唔係好意思講公屋嘅，但其實大家都係房屋嘅，其實都應該講係嘅。咁我住公屋嘅，咁啊，即係咪我又係義工嚟嘅，新田地嘅從應該義工嚟嘅，頭先講嗰啲啊。咁啊，咁唔知係咪我參加咗義工咧？咁就即係有啲意識啦，咁就即係覺得即係自己住公屋咧。咁其實我用同你㗎，咁你使乜等社工嚟幫你啫？你自己做家訪，你自己做自己個區先啦，係嘛？咁係你使乜等其他人嚟幫你咧？咁你自己搞掂自己區，咁你自己揾你啲網絡啊嘛，因為你住嗰度係咪？咁咧即係而家未搞之後啲嘢，我之前搞過一樣嘢就係嗰時公屋嗰啲租金嗰啲，即係我唔知黐咗咩線啦，無端端見到有佢突然之間有突然之間話加租，咁我突然之間黐到線，唔知道就揾我認識嘅街坊就揾我搞，諗住搞一啲嘢，咁就搞啊五都知嘅嚇。即係我曾經揾過佢哋搞幫手搞嚇，咁啊即係搞咗個居民會啦，搞咗嘅啦七月嗰陣時候嚇，咁即係唔突然之間諗下點解我成日都淨係識參與嘅咧？咁我自己住公屋，我好似冇搞佢，好似佢個住依度又唔關我事咁一啲嘢，好似成日都咁我就諗就不如搞一啲嘢咁樣，就揾個街坊我識嘅街坊啦。咁就幫佢同佢聯絡咁去搞，咁啊跟住揾咗房住聯幫手啦，咁啊跟住就嚇基層住屋聯房，同埋基層住屋聯辦，係啊，咁就一齊搞啦咁啊，即係其實係想去廢除，即係廢除而家可交可減機制啦，就回復翻以前嗰條，即係封頂嗰條法例，即係其實我就好大想投嘅，想去另外立個好啲嘅法例，即係唔愛以前嗰條添啊，即係我哋另外立一條更新嘅法例。就仲更加好啲，同埋希望即係其實我仲諗住大家不如自己管治翻自己個區啦咁啊，咁之後其實我諗過依啲嘅，咁同啲街坊都有講提及過依啲嘢嘅，即係包括加租嗰啲由我哋街坊決定，其實加唔加租其實諗過依啲同個街坊講過添啊，即係同街坊透露過啦，咁即係佢哋可能都未開始諗依啲嘢啦，可能佢淨係諗住廢咗依條法例先咯。咁佢可能未諗過要管佢哋，所以我而家都唔知點樣再組織翻去。雖然有佢地址嘅嚇，所以咁其實我都係好想長期浸佢哋嘅，浸死佢嘅。咁啊，當然其實我都想聯區嘅，初頭都諗住要聯區，但自己個區都嗰啲人都唔起嚟，咁點？咁我自己住個區，我要搞起自己個區先得㗎，自己嗰條村先得㗎。咁啊，先搞自己嗰條村先啦。咁啊，雖然冇我哋冇乜抗爭嘅行動咁都，咁但係起碼佢都知道嗰樣嘢有咩唔好，有咩唔公義嘅地方，即係知道，我係知道原來要可以啊，最俾佢知道，其實唔使靠議員㗎，自己搞都得㗎，有好多嘢你自己起嚟啦，自己發聲，我唔會代表曬佢哋㗎，咁我俾你自己講㗎，即係我唔會我搞嘅，我話曬事本㗎，咁我就俾個機會你哋講下嘢，我即係知道多啲嘢。你知道多一啲嘢，好似頭先話歷史啊，知道嗰啲嘢歷史啊，嗰個租金嘅歷史啊，即係點解會有咁嘅租金法例？以前有乜唔同啊？同依家嗰條法例，咁我哋知道先識得發聲嘛，先到點樣同政府講嘛，咁由依度開始先諗，先去先識得自己點樣管自己噶嘛，係嘛？即係好多公共政策呢樣嘢噶嘛，係咪？公共政策就嗰啲咩管理計扣分制啊，咁依啲啊，點解街坊唔可以自己管自己啫？點解要扣你啲分嚟計？係咪？好似佢哋嗰啲公嗰啲院起咩公園嗰啲嗰條有個好大嘅草地，你使乜同議員講啊？你淨全部霸曬去做，衝曬去坐喺度咪得咯？咁你佔領嗰度一齊做啲嘢，咁你咪得咯？使乜同佢政府講啦？咁啊，即係啊，得佢哋可能唔做啦。我啲街坊冇咁激嘅，佢哋冇保守嘅，俾民建聯嗰啲教育曬咗咁耐，係嘛？所以但係我思想唔同佢哋，所以冇咁。乜你條村都好勁㗎啦，而家慢慢都開發。係啊，我知道，因為有個真山嘛。因為係啦，嗰次都好多，都幾好多人㗎。嗰次嚟街坊會都好多人㗎。啊，都啊，咁講喂喂，好似比較碎。咁你哋講到啱，其實係俾你罪疚，喺佢自己懷疑。咁其實我係想好八卦咁樣問一個問題，其實就係當年我或者咁講啦，一個後合一嘅時代啦，你哋講後合一，好啦，後合一嘅時代啦。咁你嗰條嗰條路線你哋繼續點樣延續啊？同埋你哋個嗰陣時候環境到底係點？同埋
或者咁講啦，你嗰陣時其實面對緊一啲咩困難咧，總不能夠話將一條路線嘅死亡就係歸咎於一啲撲街社工啊，同埋某一啲奸人作祟啊嘛。咁你嗰陣時我其實想聽一下呢方面嘅分析同埋一啲總結咁啦。呢個問題咧就大膽啲講咧，其實就即係可以會後討論。原因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今日第一唔係嚟敘舊，第二唔係嚟懷緬合一嘅，即係光輝歲月嚇，即係又唔係咩前情感受，又唔係咁。即係我估咧，今日其實個焦點本來就喺天台屋件事點樣引發到咧三方面嘅討論嘛。第一就係呢件事嗰套嘅分析嘅方法。其實好似經歷咗過往一啲嘅呢幾年嘅小運動咧，其實好似淹沒咗啊七八十九十年代呢啲以一個推動社會改革嘅一種咁樣嘅即係社會運動嘅形式，特別重視喺社區扎根裏邊去做嘢嘅。咁呢個反而值得我哋諗下，就係其實點樣去復興翻一種嘅討論，就係令到我哋覺得一要企翻喺基層嗰度咧。同翻基層嘅即係街坊，每日都生活緊嘅人，其實點樣去一齊面對緊而家個社會矛盾，而未必係而家淨係而家呢一種表現嘅小運動嘅形式。嗱，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合一嘅經歷咧，令我哋有一個深刻嘅反省，就係、是、專業化或者管理化嘅呢啲咁嘅主義啊，其實對於我哋去蠶食緊一啲社會嘅新生力量。一啲進步嘅力量，我哋唔叫做激進，係激進嘅力量。本來我哋就覺得唔合理嘅就要行出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呢啲咁嘅管理主義啊、專業主義啊、註冊，咁就搞到咁樣，而家就係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咁樣。咁點樣去突破呢一樣嘢咧？嗱，我哋唔係挑戰緊咧，就話歸咎緊可能俾一啲所謂社工咁樣嘅。咁我諗我哋要挑戰緊呢種。制約緊我哋而家做緊社工，想做社工，或者幻想自己咧可能係一個社工嘅一啲人咧，你唔好咁諗，你一定要重新問一問你自己係乜水，係嘛？你唔可以附加進步社工，咁你就進步噶嘛？基層社工你就基層噶嘛？呢啲係假象嚟噶嘛？嗱，第三個問題咧，即係純粹去討論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話仲有一啲叫路線嘅話，我只係話咧，今日就已經係我哋一啲堅持嘅結果啦。合一結束咗之後，其實有一大班係合一或者唔係合一嘅朋友，深信一樣嘢就係話，唔係要堅持條路線，而係話我哋要堅持嗰種想法，要創造一個平台，俾到一啲弱勢嘅或者一啲有心嘅街坊，他自己不想有那麼多濕濕星星的組織上的牽連，而是一個平台可以給他砌東西。過往這15年呢，其實這個平台還是存在，而順寧道關注組也都是即我們覺得是很好朋友的地方，就是大家就未好似的，其實我們想在真正遍地開花，就是這些東西嘛，不同的社區不同的社群都有這些這樣的聯繫，咁呢啲細胞不斷生成咧，就係、是、我哋所講啦，要發展成為下一步咧，就是、一個行動嘅網絡。個網絡唔係淨係做關懷啊、探下老人啊、送下月餅啊呢啲，係一個行動網絡。當人人都認為我哋係需要成為一個行動者嘅時候，我哋又學做組織者。嗱，我開心就阿婉薇嗰單案嘅時候，我第一次個法官聽咧，佢竟然讚我哋啊，讚阿婉薇話佢一個 social activist。他不說他一個暴徒，不是說他是一個呢即是罔顧法紀，好像今天那件昨天那件今天法官，哇，我真的覺得這個法官真的想錫他一口，真的老老實實說我對司法就不存很大的希望了，即只不過我們覺得呢，其實有時我們某個程度上要知道我們自己所做的事，我們相信我們堅持下去呢總有機會開花結果的。好，咁咧，時間就差唔多，不如我哋俾台上嘅人做有冇一分鐘嘅總結啊，或者係最後嘅一分鐘啊，幫我計住唔該。好似推完。